我一直是有写工作记录的习惯的。2003年1月3日，当时我和王董在开一个小型的会议，会上王董接到市场部一个电话。那天我在公司加班，突然接到一个经销商的电话，他就跟我讲，前一天晚上啊，河源那里的药店排队抢你们的抗病毒，说那里出现了一种不明病毒的传染病。快喝香雪抗病毒口服液。抗病毒口服液也被炒到30多块钱、40块钱一盒。根据这个情况，我向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求证这个事情，确实在广东的中山河源一带发生了不明病毒的感染。2003年2月10号，媒体蔡相社会公告了广州发生不明病毒感染，称之为非典型肺炎。一场广东人民与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的斗争就此拉开了序幕。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争。当时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混乱，市场一下子的需求膨胀了很多。但是我们就很明确地提出，第一，开足马力，尽我们的全力去保证市场供应；第二，我们坚决不提价。义和利之间，我们是义为先，义为重。这是广州香雪一捐千万药物助百万京城学子抗非典活动的发车现场，也是抗非典战役打响后迄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民营企业捐助。这场非典也真相表现了广州人是好样的。后生精善维新就是我们的一个核心的理念，后生就是要敬畏生命，尊重生命。把真心放在你手心，我们连在一起，把真心放在你手心，明天用心做到更好。香雪制药。这里就是我们的芳香园，这里种植了300种的药用植物，而大家现在所看到的这所铜像呢，就是我们的李时珍像，是我们从旧厂那边搬过来的，算是见证了我们香雪制药一个历史文物。香雪的前身是罗岗制药厂，1997年，罗岗制药厂迈出了资产重组的步伐，1998年初。一个由现代企业制度支撑的香雪面世了。罗岗制药厂呢，就是位于羊城八景罗岗香雪这个地方，我们从事的是健康事业，如果企业的名能够跟这个结合起来，那是更好了。当时就说罗岗香雪倒不如我们就是叫做香雪，但这个过程呢，确实是要重建品牌的不容易。抗病毒口服液是来自于一个古代的名方，在东汉末年有一个很著名的医生叫张仲景，写了一本书叫《伤寒论》。《伤寒论》有一条治疗温病很有名的方子叫白虎汤。那这个产品的主方也是源于1960年东北乙型脑炎大流行，是国务院组织有关专家遴选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疗效比较显著的一个方子。1998年的时候，我们到美国有相关的部门和公司啊推荐我们产品的时候，人家就问了我们两个问题，表面是很简单，但是背后呢是一个很深刻的警醒。他就问我们，你给我的中药里面是什么成分？他第二个问题就问，你下一批跟这一批的剂量是不是能够保持一致？实际上呢，就是第一个问题你回答不了，你第二个问题同样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呢，过去老祖宗没办法解决事后的检验，我们随着现代化的推进，这个问题必须也要解决。当时国际上在植物药上面都采用的指纹图谱的物质群的质量控制，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呼应，其中包括谢盘山教授。谢教授呢也觉得这个技术应该可以应用到我们的中药上来。当时个任局长呢，他看来我的一些文章以后，他就很感兴趣，他就说要推这个东西。当时香雪王总啊到北京来，我也跟王总提了，我说你能不能把你的抗病的口服的质量标准提高一下？说是一个标准，实际上是牵一发而动全身。
这里面到底有多大风险都没底。出于我们发展的需要，产品要创造全世界，必须是在质量的控制、质量的标准方面要跟世界接轨。我们应该是下决心要开始这个指纹涂抹质控制。当时得到了广州市科委的支持，他们这个专门就立了一个项目，让我做这个 principal investigator。那时候我刚到香水不久，非常有幸能够参与到这个项目里面去。当时和他们的一些技术人员合作的也还挺不错，很明显看出来他们也不是敷衍，确实是在很认真的在做。经过三年的努力，他们终于摸索出了这个抗病毒可复位的指纹涂抹。我记得是2003年的8月份通过国家成果鉴定，当时是很振奋人心的，成了我们国家中药可复制剂第一个实现了指纹涂抹的质量控制。香水的这个行为也带动了行业。香水抗病毒进入2010版药典，应该说这个是我们多年努力的一个结果，不是说一个止步一个停止，而且是一个起步。为了验证抗病毒口服液安全性有效性，香水制药是第一家又根据现代的医学观念模式开展了循证医学临床研究，通过多中心大规模的临床研究来验证产品。所以我们用于简单的话的是，香水在中药现代化方面是先行者，是标杆，是标准的制定者。尺寸不合，即是大啊。第二咧就係嗰啲壓線唔好，所以咧就造成佢咩嘢？嗌佢哋可能呢批嘢仲要全部停低用，都要用啲新。一句話就是精益求精。我們希望我們生產的產品都是優質產品，我們所開發的產品都是優於市場上的產品啊。然後我們所做的每樣產品基本上是完美的精品，所以我們在我們工作中不斷的做精。不断的提升，就是要追求卓越，把所有先进的方法、先进的技术都融到我们管理方面来。香水制药在2010年引进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系统 SAP 系统，那这个系统在2011年3月份已经正式上线了，为我们香水的管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一个是规范了我们香水制药的管理，第二个是加快了我们香水制药处理业务的速度。我是来自行政系统的一名普通员工，自从去年知道有香水商学院这一课程学习之后，我参加了，然后在去年11月份已经顺利毕业。我向香水商学院学习的主要是管理类的，我在中大学习的是生物类的专业，但来到香水之后，由于岗位需求，我做的是后勤管理类的。商学院不需要发奖，只要你有时间能通过商学院的审批就能上学。我大概是每天晚上下班之后利用空闲时间去学习。教材是网络的视频，根据有影响力或者很有名气的课程上传下来。在香水商学院，我学习到了关于行政素养类还有人力资源方面的一些课程。毕业之后个人觉得在待人处物方面更加得体，更加从容了。2010年广州第16届亚运会，当时我们公司要推荐两名火炬手，公司就推荐了我跟汶川的队员跟廖凯。我首先要感谢香水公司给了我这个参加广州亚运会的机会，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是很不容易的。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过后，香水公司到我们灾区来帮助灾区建设，我自己去应聘的。
自从来到香雪公司以后，我做的是车间维修工作。我觉得香雪公司是一个朝气蓬勃，能为我们提供发展机会的一个公司。我要和大家一起过这个生日，很开心。这个信息时代，任何的技术、任何的方法都可以 copy， 但是只有一样，文化是不能 copy 的。所谓100人的企业是靠人管，1000人的企业就靠规章制度管。再大的企业，你就必须要用文化来管。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中央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12月3号到广州香雪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进行调研，了解中央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在企业的落实情况。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次香雪制药的上市可以说是乘上了中国经济发展高速的列车，遇上了股市市场的蓬勃发展，也迎来了中医药黄金的时代。深交所走进上市公司系列活动正在进行，这次走进香雪制药便少见地吸引了上百名投资者前来。我是你的股民，持有你的股票，所以呢，我对你这个公司还是很有信心的。我肯定是这样跟你讲，香雪是有价值的，但是呢，不能以一天两天见分晓，这个是我们做企业的一个成功。这中间最受关注的就是与美国药企合作的抗肿瘤新药。去年6月，香雪研制抗肿瘤新药的消息被爆出后，股价一度暴涨60%。抗癌药却使得香雪制药股价连续2天一字涨停，成为了最近这2天的明星股。香雪制药犀利的走势，再加上新药研发的背景，不禁让人联想到不久前乙肝疫苗门破灭的重庆啤酒。在股票的平台里边呢，很多人就会说香雪又在炒作一个抗癌的故事。因为我是从头到尾接触到这个整个项目的过程，它是一个实实在在在做的，而且所有的基础工作都非常扎实的一个项目。我们是用国外的技术，利用中国的临床资源来做一个资源的整合。第一个药品用这种模式的呢，就是 KS02。这个药品从2012年的3月份开始谈，5月份正式签到了大中华区的授权。出乎我意料的是，卖方把跟我的合作的这个协议在美国发新闻，发布以后呢，国内的媒体转载过来。这个风波对我们触动很大。但是我们意识到，这个首先是市场和投资者对公司是相当的关注。但我还要坚信一点，有价值的公司是有价值的。一个企业只要是做好本身的东西，就是业绩，它始终这个经济它是发亮的。香雪上市两个字就是发展。我们的策略非常明确，一个呢是来自于内生产品的增长，比如说抗病毒口服液的改造，把它这个市场扩大。另外呢，我们的橘红口服液，还有相关的一些产品，我们以核心技术为基础来推动。但我觉得不够，应该好好利用这个上市的融资平台，加快并购。这个外源性的发展，这方面也是我们香雪下来会重点发展的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不足以把香雪带到一个很高的发展水平。那这靠什么？可能还是要靠技术性的突破，前沿技术的领先，来推动公司走向更高的一个阶段。香雪制药在发展的过程中，对技术的发展和进步始终都是走在前沿的位置。2007年，在英国剑桥成立了香雪剑桥中药研究中心，是中国制药企业在欧洲成立的第一家科研机构。
为中药的国际化、标准化探索一条成功的道路。我们跟香雪是相互结合成立院士工作站，才真正运行了几个月，还不到半年的时间，我觉得开局还是不错的。在工厂企业这样一个团队的，对我们学校来讲，我们也是第一个。我相信将来我们会走出一条路子。大家好，请让我向你们介绍香雪生命科学中心的生化实验室。在这里我们有世界一流的仪器，并且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他们在这里进行非常高端的科学研究。现在在检什么？这个就是那么这里面的样品啊，肽啊、蛋白啊，这些都进入到这里面，然后就是说那后面就进来自主的在检测，然后打出来。它这也是一个将来制药行业基本上是一个核心的技术。我在2005年开始就在整个中国到处在找比较理想的合作伙伴，我必须要找到一个企业来跟我合作，实现我的初衷，希望能在中国把一个生物药真正的推向市场。然后我就来到香雪，当时呢我就把我的设想跟王董的介绍了，当时王董呢觉得是非常的兴奋，他认为我所运用的这个方法和中药有不谋而同的做法，他不希望再复制别人已经走过的路，我们希望呢 T 细胞受体这个平台让病人真正能够获益，不仅仅是延长几天或者几个月的生命，他们最终呢不会因为癌症而死亡。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向你们分享我们出色的成果。香雪梦就是健康梦，让健康陪伴我们的企业，让健康陪伴我们的员工，让健康陪伴每一个人。只要你愿意，我们一起干。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我希望香雪，希望香雪，香雪制药，香雪制药做得更好，取得更大的发展，一年比一年强，能够蒸蒸日上，缔造中国饮料行业的百年企业，在未来的短时间内能够赶上不息，成为中国最优秀的制药企业，成为世界知名的制药企业。我们有信心，有能力创造香雪美好灿烂的明天。